看看新闻网。近日网上流传了一张毕福剑和台球天后潘晓婷的合照，照片中毕老爷手拿一份横幅，上面题字九球天后，很显然这是毕老爷送给潘晓婷的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九字和后字毕老爷都写了繁体，而细心的网友指出，繁体九字一般只用于账簿记账，而后的繁体字则有后和后两种，前一个表示方位，后一个表示品阶，即皇后等。而对于这位九球天后来说，很显然应该用后这个字，而不是后面的后。有网友调侃毕老爷繁体字有风险，使用需谨慎。不过更有恶搞网友称，这明明就是环球大嫂嘛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